警方紧急追上前，把男子给拦下来。警方，你不要动我！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动我！我不反乱了。直接男子的神情慌张，还不断告诉员警自己并没有做坏事啊，但是他又不愿意配合拦查。 正当等待支援警力赶来的时候，男子竟然试图从腰间拔出手枪。支援警来，来。枪支的子弹疑似已经上膛，所幸县军依法之际，所长跟支援警力迅速把人给压制在地上，阻止嫌犯开枪。发现一名男子，行迹可疑，见警便拔腿狂奔。经查，该名男子为彰化地方检察署。 发布之毒品通缉犯。这个月6号晚间的彰化西州大庄村登山路一段，远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可疑男子，一看到远警马上拔腿就跑，警方察觉异状追上去把人给拦下来。原来60岁邱姓嫌犯是一名毒品通缉犯，逮捕的过程当中他踉跄抵抗，还好远警反应快把枪支甩到一旁。不过压制嫌犯的时候，所长以及另外一名远警手脚受伤，还好包扎之后并没有大碍。 而警方在现场查获100改造手枪以及7颗子弹，全案也依涉嫌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以及毒品通缉罪移送彰化地检侦办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赖崇礼采访彰化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